今天我们来开箱自己酿的草莓酒。欢迎收看卤蛋品酒，我是卤蛋，还有小佩。还记得大概一年多之前，我们酿了一瓮的草莓酒。过了一年多，现在又要到了冬天了。对，不是已经冬天了？已经冬天了，那草莓的产季也差不多又快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刚好来开箱我们的草莓酒。那如果好喝的话，大家可以试着自己做做看，因为我们有这一瓮可以喝嘛。对，开喽。好，开吧。那想要知道这一瓮草莓酒怎么做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我们右上角这边，有教大家怎么做草莓酒。然后我们的草莓酒生蚂蚁啦。对啊，发什么事？不过还好我们有盖子，它没有跑进去。它之后阵亡在它外面这边。那我们拿个东西把它擦一擦。不是。上吧。上吧。上吧，小佩。上吧。那我们就把它擦一擦了。等一下，你擦那个，不要把蚂蚁掉进去哦。嗯哼，我擦一点点，我们的酒就要变昏的了。我的蚂蚁好臭哦，都用洗的啦。就是那个乙酸的味道，臭臭的。臭蚂蚁。真的是臭蚂蚁。那刚好在我们拍摄前几天，有网友们留言跟卤蛋讲，这个草莓要捞起来，不然泡久了会烂掉。不过。没差，我们又没有要吃它。对啦，可是他说这样子酒色会比较浑浊不好看，可是目前看起来很漂亮啊，好像还好。来，我们把它咬出来试试看。我觉得我们酒色很漂亮啊。对，我觉得酒色还可以，还不错。它呈现那种很漂亮的粉红色的感觉。啊！冰出来啊！冰出来啦！先拍，先拍。好香哦！你可以不要边擦边闻，你这个好香哦，可以点一下再录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草莓酒其实很漂亮啊，这颜色对，呈现一种带着粉红色的琥珀色。哦，草莓酱，草莓香，很像那个我们那个吐司在用的那种草莓酱的香气，超香的。然后带一点蜜香，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对，有点像。其实没什么酒的呛味。我们喝喝看，我们喝看。超香的，好甜哦。很甜，可是有一点酒感。对，然后草莓香还在，草莓香还在，而且非常的干净，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它喝起来是那种很棒的那种砂糖的那种甜味在，然后草莓的香气跟。一些些的酒感在里面，我们这样子算是常温在喝了。那如果怕酒感的人，或者是你平常完全没有在喝酒的人，我觉得你把它再加一点冰块，而且它那个酒感应该就会完全不见。它有点偏甜，所以加冰块应该不错喝。对，然后像你讲它有点偏甜，我觉得它加气泡水或汽水应该也不错、可以哦。气泡水去哪来？我们有气泡水，那直接喝就很香的，说好赞的味道哎！可以，气泡水，气泡水。刚好我们手边有气泡水，我们就来加一下气泡水来喝喝看。来，来点点，感觉很赞啊！虽然酒精感出来了，可是没那么甜，喝起来也还可以耶。对，我觉得加了气泡水之后，综合了它的甜味。那你说酒精感吗？稍微，因为甜味会盖掉酒精感，所以。甜味变淡之后，酒精感会出来一点点，可是也没那么呛。可是我觉得，如果再加冰块，应该就完全可以掩盖掉那个酒精味了。可是还是很好喝。而且它那个不是臭的那种酒精味，它是酒味，酒香的那种味道。是酒香味。对。看来今年我们除了美酒以外，我们蛋嫂又有一个好喝冬天可以喝的酒了。好喝我可是。我发现这个其实酒精度也算高，因为毕竟我们当初是用米酒头下去酿的，米酒38吗？34，我们把它酿完，它假设酒跟草莓比例是1:1的话，
那它的那个酒精度我们就是减半，也还有十几度，其实还已经是红白酒等级了。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你平常没什么在喝酒的，你大概喝个两杯左右，你就会开始。一杯多云秒，你直接喝，不要加任何酒水或冰块，一杯应该差不多了。哦，对，可是如果你像这样子加一点冰块或加水的话，我觉得大概喝个两杯，基本上如果你平常没有很常喝酒的人，就差不多会有感觉，甚至有的酒量比较不好，可能就已经下课了。喝一点点就有感觉了，头会晕。对，这我们现在喝一点点就已经有点微醺的感觉。嗯，我觉得它蛮适合冬天的时候，有没有？我们直接加冰块，然后弄成一杯特调，然后房间里面外面很冷，对不对？我们房间里面就给它开暖气，然后喝着这个冰冰的特调，哦，我觉得应该很棒。谁说草莓会烂掉的？我觉得草莓没有烂掉、啊，没烂掉，而且颜色很漂亮，盛出来也很漂亮。对啊，就是唯一比较有碍观瞻的，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草莓本人的颜色了。因为草莓它本身的红色已经全部跑到我们的酒液里面了，所以它已经变成灰灰的、白白的那种感觉。要不要吃一颗？不要。为什么？要吃吗？你试试看啊。好，拿一颗起来试试看。没有很软，感觉没很软哎、欸。对，其实它没有很软哎、欸，它还有一定的弹性在，它感觉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我们那个煮成果酱的那个草莓肉的感觉。我不要，我觉得我的酒味很重。我跟你讲，其实草莓吃起来呢，酒味真的还蛮重的。好、啊，那我们酒喝完之后，我再来想想这些草莓要怎么办。像我们上次的梅酒，那个梅子我已经想到了，我们可以来煮梅子鸡，或者是拿来做梅干烤肉。欸，那个梅干不是那个梅干吧？我们可以煮梅子鸡，或者是做一些梅子的料理。那至于草莓酒剩下来的草莓，我再想想看看怎么做。如果把它剁碎，然后用糖腌过，拿来做面包，或许也不错。因为烤过之后，它那个酒的味道会挥发掉，就是可能要做一些加热过的食品，可能才会比较适合。那你水果茶、草莓酒香饼干，所以你刚吃的草莓还有草莓味吗？有草莓味，其实有草莓味，然后也有甜味，然后只是酒味还蛮重的。好了，那我们之后再想想看这些草莓要怎么办。想要吃？我不要寄了，很麻烦。就一个人嘛，全部送他就好。好了，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个好喝的草莓酒怎么做的话，欢迎点我们上面的连结去看看我们当初怎么做草莓酒的。那我觉得确实是还不错喝，不是我们自夸，是真的还不错喝。我觉得糖可以一个人减啊，依个人的情况去减啊。嗯，对，那应该不适合再加了。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比例喝起来是有点偏甜的。对。因为这个比例是我们之前按照做梅酒的比例去做的，梅子是酸的啊。对，梅子本身没有甜味，可是草莓本身会有甜味。嗯，所以我觉得可以适量再减少一些些的砂糖。对，除非它真的像我们一样要加冰块或加水。对，如果你是要拿来做基酒使用，你要加冰块或加水，或者是你要做调酒的话，我觉得照这个比例是还可以。可是如果你是要纯饮的话，我觉得糖可能就要稍微略减一点点。对，那可是它整体泡出来的调性啊、味道啊、干净度，因为我们做酒最怕就是它有太多的杂味，喝起来会有点恶心。至少目前这个泡起来的草莓酒，我觉得味道是非常的棒，非常的干净，然后草莓的味道有保留住，然后加上那个砂糖的甜感跟酒香，完美。唯一比较需要调整可能就是甜度了，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没有喝那么甜。我觉得如果有机会这一瓮喝完，有机会我们应该还是会尝试再做一次。对，好了，那以上是我们开箱我们之前酿的草莓酒，成功成功。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喜欢这期影片的记得帮我们点赞也分享，想要更多按照分享成功的小哈第一首页要对我们支持，赶快小心脏我要不记得的阿姨粉丝的生活都还是为大家按下过脚的怎么开车未成年皮肤千万不要酒了，再见，拜拜拜拜拜拜。今年圣诞节有酒可以喝了，我觉得这个酒精度也不低的，喝多了想再把。膝盖真的太甜了，快马上又过来。